家好，我是杨幂。嗨，我今天来呢，是因为我爸人称小林哥，也是一名老警察，跟李诞他爸一样啊。但我觉得他爸打他，跟他爸是不是警察无关。我不是警察，也不是他爸，我都想打他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人人都可以打五分钟李诞。我爸呢是一个审讯警察，审讯警察的工作就是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，拿出一个台灯，啪，照在犯人的眼睛上啊。一阵强光的晕眩下，我爸拿出一个保温杯，吹了吹上面的茶叶沫，点起一根烟，跟犯人说：“想想你的家人。”犯人立马流下一滴悔恨的眼泪，说：“我招。”以上这些都是我在电视剧里看来的。我爸还说：“这样的剧本不要接，审讯是需要演技的。”我说：“爸，你不早说，下一集我就出现了，好吗？”我小时候呢，去拍杂志，别的模特都是经纪人陪着去的，我警察陪着去的，可威风了。只是后来有传言说，杨幂今天工作结束就被警察带走了。其他杂志模特问我说：“你这么配合拍杂志，能剪几年啊？”我，时尚圈在逃模特。你爸爸是一名审讯警察，你真的很难撒谎。有一次呢，我考试成绩不好，很想蒙混过关，我就拿了一堆的试卷放在他面前让他签字。我爸呢一下就识破了，跟我说：“我能接受你成绩差，但不能接受你撒谎。”我就老老实实把那张不及格的试卷抽出来放在他面前，他看了一眼上面的成绩说：“我能接受你撒谎，但不能接受你成绩这么差。”我说：“爸，那你也不要撒谎嘛。”我小时候呢很淘气，有一次在家里拿道具手铐玩，一不小心就把自己铐住了。我爸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要是所有犯罪分子都像你这样就好了。”别的小朋友在家调皮，家长会说：“再这样让警察叔叔把你带走。”只有我直接在家里自首。审讯警察真的很厉害，看人真的很准，很多新闻他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， CP 一眼辨真假。有一次呢，他看完脱口秀大会跟我说：“你别不信，迪丽热巴和徐志胜假的。”假的吗？我说：“那可不一定。”徐志胜没那么简单。任何女人只要看他一眼都很难忘记。迪丽热巴上次录完节目回来做了好久的噩梦，每次都会被笑醒。我爸呢，因为是警察，反诈意识特别强，他从来不借钱给别人，你跟他借3万他就给你5000，不用还了，也不伤感情。后来有些人知道了，明明只想借5000会假装要借3万。后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了，都说北京有个大善人小林哥，为人特别热心，上次就想跟他借20块钱打车，上来给我5000。我呢就受我爸的影响，我的反诈意识也特别强。2年前我收到一条短信说：“杨幂涉嫌金融贷款诈骗，让我去法院出庭审理，否则将在机场高铁站对我实施管制拘捕。”这一看就是骗子呀，我还能被你们骗了吗？所以啊，我一边赶飞机一边就心想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没事儿吧？你来抓我呀！我宁可被拘捕，也不能被诈骗。结果后来这件事儿是真的，是我的网银被盗了，有人办了2000块钱的小额贷款。你说给我冤的，2000，我至于吗？我至于诈骗吗？我跟我爸借就行了。我跟我爸爸呢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虽然有的时候我并不想谈，但他实在太专业了。真的特别感谢我的爸爸，这么多年在辛苦审讯犯罪分子的同时也没有放过我，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。作为一个警察的家属呢，我也衷心希望所有的警察都能家庭幸福，平平安安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幂。哎呀，问一下主持，哎呀，谢谢杨幂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又见证中国脱口秀的历史了，往前走了一小步啊！成龙大哥，所有人的大哥，不光我管他叫大哥。我爸也叫他大哥，掌声欢迎成龙大哥！哇，这么多人！哦，欢迎我！大家好！哇，你们说的太好，我太紧张了，因为。这本来我就问我说为什么要叫我来做脱口秀，这也不是我的专长，我只是会打人啊。他说因为今天是给公安警察消防表演的，所以一听见是他们我就义不容辞的来了，因为为你们表演是我的骄傲，谢谢你，是你们致敬。大家还记得刚刚一开场有没有看见陈家班他们在二楼跳下来打摔啊，很帅吧？嗯，都是我们的陈家班。大哥他说你的开场要不要特别一点，跟我们一起跳下来。我说兄弟们，现在啊跳楼对我这个年纪来很容易，我上楼比较难。我从小就喜欢做警察，因为警察可以除恶扬善，但警校偏偏不要我，说我成绩不好，我就没当上。没当上怎么办呢？后来我就只能在电影里面演个警察玩玩过过瘾，哈，一不小心我成了大明星了。过瘾，做大明星的过瘾就是你什么都可以演，你可以演警察 CID 啊，喜剧啊，什么都可以。今天呢我知道是喜剧的专场，我搞了一辈子功夫喜剧，要我搞笑我是一定会打人的。所以呢等一下多来几个脱口秀的演员，趁我现在还能打得动，我教教你们是什么叫喜剧。来，算了来，大哥，我们来了。哎，大哥，好着点。啊，算了，今天警察这么多啊，改天打，改天打。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很快，距离我拍第一部警察故事已经快40年了。哦，不敢想象，那个时候你们看见我是跳楼啊、跳飞机啊、跳灯啊、跳车啊，尤其是很多人都喜欢我《警察故事》那么跳灯那一幕，
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怕很怕，那个时候是有史以来记录的16台机器，我要往下跳，那个时候真的是跟上死刑台一样，下面豆腐干那么大。我的那个副指导说几十跳，我说我松一下脖子的时候就跳吧，我等了很久，一个人在上面就跟自己在祷告，我可以的，我应该可以的。忽然间，大哥快点啦，剧组都在等你，我们都在等你跳呢。我说啊，我一伸头，他说开机啊，16部机器一起开，你知道有24个、48个、76个、120，啊！我说跳吧，啪，突啊，我就下去，一下去，哇，整个人发麻的，一看两个手心啊，那个皮都翻开来了，所有人走过来，大哥你真棒，我说啊，好棒，看我们再保一条啊。我说再保一条，你骗子保得住，我的命保不住啊！我说就这么过了，就这么过了，真的是。但是现在讲起来津津有味道，真的很开心自己那个时候能做到。因为我们常常要拍戏做警察，常常去警察局做调研，我听了很多很多真实的警察故事，跟我很像，会受伤，拼命的时候也没有替身。但有一点不一样的，他们是没有 NG， 也不能是保一条。遇到危险，我会怕，警察也会怕。我觉得真正英勇的不是不怕，而是责任当前，必须克服恐惧，迎难而上，这才是真正的警察精神。警察故事第一部上映之后非常非常成功，真的，我还帮他们拍海报，香港报考警察的人是翻倍翻倍的上，很多年轻人都想当陈家驹，我特别开心。我一直说拍电影我们一定要拍有意义的电影，因为我们的电影会影响很多年轻人，所以警察故事我一共拍了6部。其实要不是别人拍那么多黑帮片，我可以少拍几部。我相信这么多年你们呢多多少少听见香港的一些不是谣言，是真实的。香港很多演艺圈很乱，经常有不法分子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嚣张，拿着枪指着演员去拍戏。我们的演员很生气，演完之后跟自己说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让人家拿枪顶着我头拍戏了。那个坏人听见，哎，这句好，来再说一遍，摆在戏里面。真的就那么夸张啊，那个时候。所以我看不下去，我说这样下去不行，于是我就成立了香港演艺人协会，再有演员受到不公平的时候，我就会帮他们出头。我说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有事找成龙，我找警察。今年的明年这段时间，我是入行60年了。哇，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陪伴。有很多人其实比我还怕成龙变老，看见成龙老了就代表你们也老了。其实老是不可逆的，只能保持心态年轻。现在我的心态还是很年轻，还想时时去了解很多新的新鲜事物。前一段阵子很多人打电话给我说哇，现在有一个很火的一种叫做特别火的叫元宇宙。我说元宇宙我熟啊，元龙元华元彪元秋，
以前我们叫原家班，现在叫元宇宙，这都是我们剩下来的。现在知道原家班的人越来越少，年轻人知道成龙的也越来越少。以前的年轻人看见我都说，哇，成龙那个跳灯跳楼，哇，那个警察故事那个。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我，哎，那个不是洗头端那个吗？